四年一届的新界乡议局星期四举行换届选举，投票在下午两点半开始，大约一个钟头之后结束。由新兼选举主任的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张仪监票，属于元朗约的刘业强在无竞争之下连任主席，南约的林伟强同样在无竞争之下连任副主席。至于大埔约就出现两个候选人，由沙田乡事委员会主席莫锦贵和大埔乡事委员会主席林奕权竞逐，最终莫锦贵攞到71票，击败攞到55票的林奕权连任副主席。